我要在水上作画喽！我也要在水上作画喽！苹果爸爸，在水上作画你会吗？你都会作画，我还能不会？我做的呀，比你好。在水上放一张纸，然后啊，用笔在上面画画。看我在水上作画做的多好呀！哎呀，不对不对，苹果爸爸，水上作画不是你这样画的，还是让我来做一张给你看看吧。拿出作画用的工具和材料，我这个呢是水拓画，水里面呢提前放入了3克的画粉，水里放上颜料，我要来作画喽。再来做个造型，再放上纸，看看我做的效果怎么样。哇，玩这个水拓画呢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，满足好奇心，玩的过程中啊还能提升专注力，做好之后啊孩子满满的成就感，还可以用水拓画做扇子、瓶子、手镯，你们喜欢这样的水拓画吗？